K 头。舒服，精准而优雅。他没任性，控两秒钟。我比你多把长剑，还要跟我硬刚似的。不停要，等他闪现。哇，他的 W 伤害好高，215，我操！他的 W 中心，我操，伤害好高。哎，我捏了 Q 技能了，我刚 Q 伤害没打出来，我想等他闪现再用 Q 的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嗯哼，该你了。他们不敢还击。夏娜要来了。啊！精准而优雅。我从不退缩。
箭准备好了。状态真差。Killing spree. You have been slain. 哎呦，他回头一棒子，我没了。哇，他还知道回头打我，他不回头打我，我 Q 加暴击他没了，他回头打我 Q 暴击出不来了，感觉我有点上头，有点勉强。他如果一直跑他就死了，他回头打我我就嘎了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不入流的风格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Precision and graceful.
称得上是挑战吗？ 切拉刚刚复活。 再跟切拉玩一下。 切拉不来呀。 大家刷石头人呢？上票！上票！
哎，换个水银鞋。萨米拉这个大招会优先打英雄啊，不会优先打小兵啊。是一起打吗？不太清楚，没玩过，可以吧？点燃 K 头，我靠 ，K 不到头啊！